哎呦，任少爷，哎呦，等等我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不追了，不追了！哎，真是事事不顺呐，放个风筝都跑了。抱琴，你追去吧，啊，我回去了。啊，哎，哎，少爷，我要是找不着呢？那我一定揍你啊！去。上面写的什么？是首诗。什么诗啊？说自己不得意呀，又愁又苦的。世上愁苦的人呐，也真是太多了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，诗好字也好，把它剪下来。哎，那怎么能行呢？一会儿人家要来找风筝怎么办？啊，落下来的风筝还来找啊？哎呀，娘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我都剪成这样了。你这孩子就是喜欢字，别的姑娘家都喜欢个花什么的。哎，娘，我把它补上吧。有人吗？我女儿啊，就是能，会写诗，会作画。写的什么呀？不会惹事儿吧？有人吗？谁呀？啊，我去看看去啊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哎，哟，小哥，找谁呀你？哎，妈妈，我家公子的风筝落在您的院子里了。风筝啊？我们院里没落风筝啊。哎，公子，你是哪家的？叫什么呀？啊，我是戚府的。我们家公子是戚公子。哎呦喂，是戚家的书童吧？哎呀，嘴真甜，俊。哎，这样吧，我给你看看是不是落在东院了啊？我给你问问去啊。哎，谢谢妈妈。柳夫人，二小姐，哎，你们院落风筝了吗？有有有，风筝破了，我家淑娟给补上了，马上给您送过去。淑娟，你看人家真找来了，快给人家吧啊！哎，哎，啊，啊，哎，怎么进来了？这是二小姐的闺房啊，外边候着去，退回去，去去去去去。淑娟小姐，交给我吧。啊，给，啊，是不是这个？是，拿着吧。谢谢妈妈。哎，别谢我了，谢小姐。小姐，谢谢您。走吧，走吧，别再看了。并联当下土，窗桂逐秋开。花飞，花飞，花飞滴不入，鸟散远时来。还看云动影，寒月共徘徊。好句子，好啊！啊，谁？谁呀？嗯？啊，你是？嗨，你怎么打扮的像个黑道侠客似的？哎，又在作诗啊？啊，会作诗也好，有喜怒哀乐都放在诗句里。哎，我说。你昨天还像个灶王爷似的，今儿个怎么变成了白无常了？我脸上抹了些白粉。这人生本来啊就是这样，黑黑白白，阴阴阳阳的，千万之人不就是这么过的吗？
这两日不见，你倒是略借些文采了啊。情字使然。写诗何难呀？唯情一字会把天下的人都逼成诗人。这你就不通了。天底下不只是一类诗，除了情诗还有……哎呀，不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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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除了情诗，天下的诗都不是诗。哎，你说我不通啊，我就不通。哎，做一个不通的人也没什么不好。哎哎，能走就是通。走也。哎哎，有些。不就一个黑牡丹吗？青楼女子，真就把人逼成这样子了。风妈啊，看见了吗？哎呀，我不正看着吗？哎，小姐，快来快来，你看，还真在那儿呢。哪儿呢？还哪儿呀？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哪儿啊？二少爷，吓死我了！你们怎么都这样啊？哎，用功呢。哎，风筝。风筝要回来了，大少爷呢？不知道。那风筝搁这儿吧。哦，您要是没事儿，我先下去了。不送。哎，哎，抱琴。啊，这风筝不是刚才那只了？啊，不会，就是您的。您看这架子，还有上面的字儿。有字是有字，但这诗不对了。啊？诗不对了，哟，那我可不知道了。哎，少爷，这诗怎么了？哎呦，是只鸽子。哎呀，你就不能看清楚点吗？我不看了，我真是倒霉透了。小姐，天天走的路不到三步，风吹一来不到五尺，好容易落个风筝，还跑到东院去了。风妈啊，当时怎么就……哎呦，这风筝落在哪儿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你要是说落在咱家，那戚家的童儿就到咱家来要风筝了。那咱也给不了他风筝啊。给不了真的，咱不能给个假的吗？他把假的拿了过去，这公子一看是假的，一定要过来换的。这一来二去，不就熟了吗？哎呦，我哪想那么多呀？你说，行了行了，你什么都不想。你们把我养大了，往这儿一放就什么不管了。哎，人家愁，人家烦，人家那什么都没人管。行了行了，怎么又哭上了？这怎么又哭上了？怎么了？我都十八了。这我比你清楚啊，小姐。哎，哭了，小姐。你爹走的时候吧，还说要安排。可这么长时间了，也不知道他给安排到哪儿去了。哎呦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妈比你还急呢，宝贝儿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陪我风筝，冯妈啊，你也真是的，这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好机会，你怎么就没给多答一句话呢？怨我怨我，要不我再等着。等什么呀？等等有没有风筝再落下来呀？行了，这天下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啊？做饭去吧。冯妈，你再等会儿哦。好诗，好诗。这么说，那二小姐，你是亲眼见到了啊？亲见的呀。就像过年集上卖的画，真美呀。是啊，能写出这般诗的人，绝不会是个丑陋之辈。好诗，好诗。二少爷，这里边都写什么？没什么，无非是天气、花草、落花什么的。哎，这有什么呀？又没对您说句什么，瞧把您高兴的。不然我看这诗句上的话句句都是对我写的呀。说不准什么时候啊，叠单子的人就换了。养女儿小时候盼她长大，大了又盼她小。娘，我不嫁。真要那样，那娘就不是娘了，是郎了。娘，我真的不嫁。那只是气话。与其嫁个不如意的，倒不如不嫁。理儿啊，倒是这么个理儿。娘家虽穷，
但还舒心。真嫁过来也没过什么好日子。应明是个官宦人家的太太，可是连个洗单子的下人都没有。娘，咱们自己动手不是也挺好吗？但苦了你了，事事都要自己做。哎，昨天你说戚家公子的诗好，到现在还没念给我听呢。我这就给您找出来。哎，宝琴啊，我觉得此事或许有些不妥啊，有违圣人教诲啊。看，你说什么呀？要来也是你，现在后悔也是你，你和少爷就是不一样。人少爷没谱的事儿，当成有谱的办。啊，可你倒好，有谱的事儿，还什么叫什么悔？你放吧，真的放起来，还不一定落进去，落不进去呢。哎，走，啊，来，哎，哎。哎，等等，二少爷，你们这来来往往的字儿，我一个也不认识。您啊，好歹把这上面的诗念给我听听，也不枉我是个保媒拉纤的。好，我就念给你听。哎，飞去残诗不值钱，所来锦句太垂帘。若非彩线风前落，那得红丝月下牵。听也是白听，不懂，咱还是放吧，放吧，来。哎，二少爷，啊，咱还得等等。哎，你怎么那么多等啊？我这好不容易不犹豫了。不是我多事啊，咱得把丑话说在前头，回头这风筝没落进去，一切不谈。要真的落进去了，我要风筝的时候还得打着戚公子的旗号，不能说您韩公子的。岂有此理！难道我韩世勋的文章比别人差吗？哎，您的文章一点也不差，但现在的人势利得很，这家财第一，文章再好也得其次之其次。那这风筝我不放了。哎，您别生气呀，我说的这个不是那个诗貌俱佳的二小姐，我是说他们家的那个冯妈丫头什么的。您想啊，那个阎王好见，小伙难缠不是啊？咱们放吧。啊，放吧。哎，来拉起来。来。这怎么还不来呀？这风筝哪有啊？这哎，小心点啊。哎，来，放了啊。哎，来，松手。好了吗？好了。来，放吧。好。起来了，起来了！这哪有风筝啊？除了鸟就是鸽子。回头啊，我给他买只得了。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哎，你说这没影的风筝把这个日子闹翻天了，这是。哎，起来了！哎，宝琴啊，你可看准了，是不是那家院子呀？啊，哎，是，是。哎，你看好风，然后再看看风筝怎么样？嗯。哎，行啊，哎，好，拿剪子来。哦。世间不如意事，常有八九，一点不错。倘若那天风再大一点儿，风筝再高一点儿，那讲故事的人大概就要换个故事来说了。也不是风筝有意，实在是天意使然。
冯妈，快给我拿胭脂，还有我的绣花鞋。冯妈，冯妈！哎呦喂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？哎呦，风筝来了！啊，风筝来了！风筝来了！哎呦，太好了！哎呦，太好了！这回可有罪受了！哎呦喂，这是摔死我了！这是。哎呦！哎，抱琴。哎，你看见真的落入战斧了？不会错。哎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那有什么不好办？二少爷，您先回家等信儿，我去要风筝。啊？哎，那你还不快去？风筝不刚落进院里吗？他们还得写诗。哎，写诗总得想想吧。啊，妈，说的是，那你再等会儿，我先回去啊。哎，哎呦，冯妈啊，他们怎么还不来呀？哎呀，别急呀，风筝丢了不太得找找？你说他们是不是有意往这儿放的？就是有意的，咱也得假装找找啊。哎，小姐，你哆嗦什么呀？我怕见人呢。哎，你说我这妆行不行啊？行啊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一会儿来人了，你可不能出去啊，哪有小姐跟人见面说话的呀？哎，那我这妆不是白化了？谁说白化了？晚上还用呢。啊，晚上怎么用啊？当然得用了，一会儿啊，我把你说成是二小姐。干嘛把我说成二小姐？我不愿意。哎，你们不是都说我比淑娟妹妹长得漂亮吗？听我说呀，今天晚上把她约出来见面。今天啊，风妈啊，我想尿尿。哎呀，别怕。哎，你听着啊，打铁得趁热呢。你听我说啊，今天晚上啊，你就以二小姐的名义约她出来见见面。她要是人好呢，这事儿咱就定下了；她人要是不好啊，咱就把她轰出去。就是坏也坏二小姐的名声。家里有人吗？哎，开门啊！有人来了。哎，回来，你不能出去。你去。待会儿要是她本人来了，你就咳嗽一声。我想看看的。有人吗？哎，行了，我知道。哎，开门来了，来了。冯妈。哎呦，你哆嗦什么呀？有人吗？指不定是谁呢，啊，在这儿等着啊！开门！哎！吓死我了！你也会有发呆的时候啊？练什么功呢？看你脸色怪得很呢。你呀，先看看自己脸色吧。我这正是花残月缺的时候啊，看你这样也像被一个情字所扰啊。没有，我怎么能言情呢？笑话，没有。哎呀，有福之人不用愁哦。春满楼的李三仙让我给写首诗，这首诗先久用。不行，一首诗就这么小气啊？你可在我们家吃了十几年的饭了，我这首诗用用都不行啊。哎，有些不是这话呀，这首诗送给女人不妥。为什么？这是一位女子送给男子的。女子送男子？什么女子？什么男子？哎呀，有女子给你写诗啦啊。没有，不要搅了，没有的事。得，我给你写就是了。哎呀，这人一沾上情字，就鬼鬼祟祟起来了。说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，我找韵呢，找韵啊，找韵，快，韵，昂，江，阳，阳。哎，小哥，风筝我给你拿来了啊，千万记住，就说二小姐的诗一定要向戚公子讨教。哎，是戚公子吗？嗨，
错不了。詹琪两家原本就是通家之好嘛。哎，对了，这点银子就留给小哥买点果子吃啊。谢了，是今天晚上吗？是是啊，小点声。我问你，你们家公子人怎么样啊？那可是没得说，人也好，才也高，万里挑一啊。哎呦，是吗？嗯，真那么好啊？哎，冯妈，哎呦，你怎么来了？回去，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啊，冯妈啊，那是谁啊？啊，这哦，这一个亲戚，一个亲戚。哦，二小姐他们家亲戚啊？啊，对，哎，是不是长得有点像啊？像什么呀？啊。哎，冯妈，我说句话您可别不爱听啊，这小姐打扮的可有点那个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别说了啊，你快回去吧，快回去吧。啊，回去。冯妈啊，冯妈，哎，怎么样了？哎呀，说定了，快回去捯饬去吧，我给你借鞋去。哎哎，快回去。好。淑娟，哎。妈的头又疼了，妈，您快躺下，药我已经煎上了，这会儿可能好了，我去看看。想得真周到。二小姐，柳夫人。哦，冯妈妈，快进来吧。哎。哟，正歇着呢。有事儿吗？哎，夏天，二小姐做的那个红绣花鞋在吗？干什么呀？啊，我们大小姐啊想借用一下，自己又不好意思，非要我来说。那双鞋我们淑娟做完了以后还没上过脚呢。哦，我们就想当个样，当个样。亲姐妹的还说什么借不借啊，姐姐要用就拿去穿吧。哎呀，还是二小姐懂事，谢了谢了啊，等画完了我马上就送回来。 不着急，我走了。哎，冯妈慢走。哎哎哎哎，二少爷，啊，找什么呢？孕妇。哎，这个小姐可是不同寻常啊。倘若晚上她出两联险韵的句子让我对，我岂不尴尬吗？嗨，这没有的事儿。在这茂陵城里，别都不说，就论作诗，谁比得上少爷您呢？您啊，别找什么孕妇了。我看您这身衣服倒是要换一换。我只有这一件长衫是好的呀。二小姐不是说去谈诗吗？这衣服不重要吧？哎，二少爷，您坐这儿。啊，说句心里话，二少爷，我抱琴虽是个童子，但真真的就喜欢您这憨劲儿。要不是您的事儿，谁管呢？虽说我得叫您一声少爷，但是您除了读书与少爷一样，其他的衣食住行哪有个少爷样啊？我们做下人的不心疼您这样的，心疼谁呀？来，我这儿有身团花的袍子。要不您先穿上。啊，这不是有限的吗？嗨，管他是谁的，您先穿上啊，他衣服多着呢，不用为他想。嗯，就是不一样，一样的衣服不一样的人穿上就是不一样。我这是去干什么呀？不就是去谈诗吗？嗨，您这么想，那边他可不这么想。冯妈，那绿裙子呢？哎，来了来了来了。哎，你看看是不是这条啊？哎，不是这条。啊，不是啊，我再给你找找去啊。哎，别急，你快点儿。哎呀，我说啊，哎呀，我说这衣服多了也有衣裳多的坏处啊，这穿不过来呀，这是。哎，找着了。哎，就是这条。哎，是这个吧？哎，来穿上。哎，我那鞋呢？啊，鞋我给你拿去啊。找到没有啊？快点儿。哎哎，来，把鞋换上。来来，坐下。哎呦，使劲儿啊！使劲儿！你有？哎呀，这鞋是不是有点紧啊？没关系，撑大了，正好不还给他了。哎呦，难受不难受啊？难受就忍着吧。使劲儿。哎呦，行嘞，站起来看看。哎呦，好看。哎，好看吧？红鞋绿裙，活脱个赛西施啊。哎呦，好看。嗯，好看。哎，嘿，
哎，抱琴，你慢点，掌灯的人应该在后边。嗨，我走后边，您又不认路，不还得我带着您吗？跟紧点。哎，抱琴啊，你说到时候弹诗弹到乐府，我答不上来该怎么办？嗨，你别想诗了，到时候说什么还不知道呢。哎，会弹别的吗？哎，弹别的，我也不会啊。到时候就会了。我们家这两位爷，一个太迂，一个又太放荡。哎，他说什么你就说什么，他说天你就跟他说就是了。行。哎呦，哎，怎么了？啊，怎么了？我崴了脚了。哟，来，还是我背你吧。哎呦，季公子。哎呦，三仙呐，来，三仙。哎，你叫三仙，我叫有仙。哎，咱俩躲不过一个仙字。哎，我这儿呢，给你做了一首仙字的歌啊。说一说，给我听听。仙梨仙枣仙桃。哎呀，身段无比窈窕。一朝来到君侧，仙上加仙。没得挑。还有啊，他先你先我先三先我来的最早。哎，挺有文化的。来，来，哎，抱歉，这合适吗？嗨，您就别犹豫了。哎，来了，哎，来了，哎呀，可来，进来吧。哎呀，进来。哎呦，这位是七公子。不才寒冷、这天有点寒冷啊。那公子快请进吧。请进。哎，你就在外边等啊。哎，抱歉，我少爷，不爱的，您去吧，我等您啊。走吧。走。这边，慢着啊！妈妈，这屋里为何不点灯啊？啊，哦，这不是灯吗？啊，哎，你们俩下去吧啊！哎，公子，来，里边请，屋里请啊！好，哎，公子请。哎，哎呦，灯灭了，哎，我再取一个去啊！哎，你待着啊！哎。哦，小姐，小生这厢有礼了。在这儿呢。啊，哦，小姐，小生这厢有礼了。你呀，别那么多礼，来，到这儿来。啊，不劳小姐惦记。小生，就在此坐吧。小姐见谅，小姐见谅，小生失礼了，小生失礼了，能否借灯一照啊？借什么灯啊？要灯干嘛呀？来。来呀。来，我领着你呀，来呀，来，过来呀。坐这儿。啊，小姐，我们正坐于何处啊？你摸摸啊。啊，摸来软软的，暖暖的，不像是椅子。是床啊！小生失礼了，小生失礼了，怎可乱坐小姐的绣床啊？失礼。我都不在乎，你还那么在乎干嘛呀？不是，夫子曰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床岂可乱坐？小姐是个知书达理之人，我们还是谈诗吧，谈诗。我们找个宽敞的地方。好吧，谈诗。没动静啊，
夫子曰：“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思无邪。”小生以为所言极是。初读《诗经》，小生以为像静女那样的诗，像是在说男女情爱。现在倒是觉得十有八九，像是在说一种梦想中的七公子，你我现在不就在梦中吗？啊！小姐请自重，小姐请自重啊！哼，你已经夜闯闺房了，还有什么自重不自重的？小生有不当之处，原以为谈事而来，现在看这终不是谈事之处了。小生告辞，小生告辞。好啊，抢走就走，没那么容易啊！回来你！好啊，你敢打我，你还没成亲呢就敢打我，成何体统啊！风妈，啊，被小姐打了，你胆子够大的呀你啊！哎呦，爱娟，哎，我看看伤着没有啊？伤哪了啊？伤着没有啊？爱娟，哎呦，你看看，别哭别哭啊！哎呀，啊！风邪玉裙啊，这啊，你怎么会是这个样子？你绝不是那个写出必有新传烟字的那个人。是也罢，不是也罢，今天你进了小姐的闺房，你就把小姐的婚事给应下来。我原是应命而来的。再说婚姻大事无父母之命。谁说没有啊？我冯妈就是主婚人。对，那落进来的风筝就是媒人。对，这站住。你现在想脱身脱不了了，晚了，应下来再走。你要是不应了我，以后让我怎么见人呢？少爷，二更了，咱回吧。抱歉，抱歉，救我！哎，你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你，哎呦喂，站住！快跑！站住！少爷，这边，好，快走。我这痴情的女子怎么见人呢？启安呢？启安，几经天了？就三经天了。老爷，这么晚了，您还不安睡呀？哎，启安呐，刚才呀，我做了个梦啊，又梦见有人在背后说我什么？没有啊，我可听说了，有人在背后说我教子无方。我自取其辱，自取其辱，这都是我自己找的。我读圣人书都读到爪哇国去了吗？你这个贪色忘义的人！看这长相，少爷，这有什么嘛？发那么大的火，人不是没伤着没摔着吗？抱歉，这事不怨你，我自己不吃东西。少爷，哎呦，二少爷，哎呦，摔得不轻吧？啊，起来起来，来，还是我背你吧。好。这事儿也怨我多事儿，走，老爷，来，老爷，少爷兴许是睡了啊，他要睡了，我看一眼就走，
别吵醒他。好好好。这书也没读吗？是啊。这，哎呀，这觉也没睡，他能去哪儿了？他不知道啊。启安呐，你赶快给我找回来。是。哎，慢，啊！我再去看看那个儿子。哎，哎呀！谁？站住！啊！哎，是世勋呐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你，讲，孩儿一言难尽。抱琴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拿来。昔日汉族说锦衣夜行，今天我算开了眼了。我穿的这么花的衣裳，这么晚了出去，能干好事吗？来人呐，把这两个人给我押到柴房去。是，来，快！啊，气死我了，这个逆子！老爷，您别生气呀。齐安呐，把那个逆子给我找回来。我这哪是养儿子，我这是养两个吃我心的狼啊！是，比狼还不如。对对，怪不得有人说我教子无方。哎呦，您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来，走，就这儿。哎，在这儿呢。来，小姐，哎，你干什么？谁让你进来的啊？哎，我哎，干什么？你放开啊！回去收拾你妈！我告诉你，哎呦，我少爷，对不住您了，老爷发火了，连韩少爷都给捆了。他不是，他一书呆子捆他干什么？哎呀！再说了，他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我哎，对不住您了，少爷，这是老爷吩咐的。走，我的衣服，我和你拿衣服。哎呦！抱琴，抱琴。嗯，少爷，怎么了？害得你也吃苦头了。有您这话就行了，也是我多事。这怎么能怨你呢？我自以为自己书读得不错，圣人的教诲已烂熟于心。其实差得很远。想想今天的事儿，做得多么苟且呀！我真是对不起我死去的爹娘，对不起供我读书的义父。哎，少爷，这等话不想也就罢了，就是，哎，闹不明白的是，那么好的小姐，你怎么就跑了呢？什么好小姐？快别提了，她绝不是写出那首诗的女子。哎。少爷，你这不是也太以诗取人了，不是？绝不会错。哎，爹，你让我睡这儿啊？嗯，我睡不着，不去，我不睡。哎，好了，既然回来了，也就算了啊。齐安呢？老爷，伺候少爷回房。啊！你们两个送少爷回房。是。老爷，嗯，这二少爷呢？哎呀，关了的，也就关了吧。是。哎，二少爷，您听见了吧？七少爷回来了。哎呀，这老爷啊，不一样，还是不一样。有偏有像，应当的，打我一顿才好呢。我已经知耻了。哎呦，慢点，小姐慢点。哎呦，慢点，要身子不舒服啊，你就别出来了啊。不行，我在屋里越待越想他。你要真想啊，就少吃点啊，省得积食。越想他。越想吃，这不吃我心里难过。这傻小子，
一点福气都没有。你看我们小姐都这样了，是不是？我想，她心里一定也不好受。凡是见过我的人，一定忘不了我。啊，一定的，一定的，她的相思一定比你的还厉害。既然她想，你就别想了呀，啊。哎呀，不行，冯妈。怎么了？哎，冯妈，快扶我进去吧，别让太阳把我晒黑了。哎呀，就是的，来来来，一只风筝就落偏了那么一点点儿，四个年轻人之间的事儿就变得完全不同了。命运弄人助人，若没有那一夜，大概也就没有以后的故事了。不是也要读书认字的吗？嫁出去都是人家的人了，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啊？娘，我可不那么想。我读书不是为了待嫁而沽，我读书是为了明理。打个比方，不读书的时候，女儿的世界只有这半个院子大，现在女儿的世界不知大了多少倍。女人的世界要那么大干什么？娘，话可不能那么讲。我问您，这辈子您可随心了？从来不敢想，下半辈子我就指望你了。你能让我顺心啊，我也就随心了。你爹也真是的，就这么上任了。我们的事儿他可以不管，女儿的事儿他总该管管了吧。娘，人生在世，很多事都是难求的，一切都随缘吧。